回来台湾应该是台湾早上的10点多，应该是吧，我记得是10点多。你这样现在回来西餐吗？我要先有啊，哎，不要让我头很大。因为现在的时间，对，现在时间应该是我们在饭馆后的下午，大概下午的时候还是，然后但是我们今天早上来说，应该是早上。